给大家演示一下猎天使魔女啊，40多帧吧，然后开的是中特效。过场动画就给大家跳过了，反正咱们是看一个帧数嘛，这东西无所谓。我老是抓不住这个时机了，突然。我们拿一下这个吧。哎，他怎么跑了？我去，什么鬼？感觉这些地方我都走过了。车轮滚滚。
哎呦哎呦哎呦！就是猎天使魔女，她不回血，就是每次打完架，这就很蛋疼。那血老是不够用啊，然后打物体也不回血。哦。哎呦！他怎么啊？又来了一个，干嘛还不能跳过？还叫人啊！哎呦，我去！还不用啊，可以摁，我还以为不用摁这个。学一下地狱之门吧，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给的。不知道这次又给什么新东西啊？
感觉背景还是蛮性感的啊。哈，有把修罗刀还挺好的，我还挺喜欢这种刀的。先就不升级了吧。Oh no！哎，我去！Oh no！哈哈，没有办法，就舍不得用那个药了。好了，那今天视频就录到这儿。